位今天又在当大荧幕一起看，讲一下两位的感受。我看到，我觉得我爸跟我妈，当然还有我大姑都演得很好、啊。那个我妈那个切洋葱的那个哽咽，就是画龙点睛。对，那边我就嘶一下这样。然后我自己看的时候，其实也蛮感动的，因为一路上其实就像我在府中一样说的一样，就是有点像白朗跟徐安的一个感情故事，从开始不认识到开始，到一些波折，到后面这样，其实蛮不容易的。对啊，就很感动，很感动。所以最终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最不舍的地方在哪？其实最没有哭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就不舍，其实是主要是对于大家这一出戏要完结的不舍，非常乔姐啊，大家各个工作人员啊，结果的伙伴，有意思的伙伴，导演他们，对啊，就是很难再有这么欢乐的一组了、啊。对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感情。然后。演员，因为我们其实都感情真的很好，所以不会说特别有分离的感觉。对，其实这一次真的大家感情非常非常好。其实大家在敲碗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放出来，真的不能放出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那接下来白朗，就是一路走过来，就是回看这一段的历程，你觉得这部戏对你的意义在哪边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转折点吧，就是其实在接白朗之前，我也是曾经对自己有蛮多疑问，就身为一个演员，其实常常会觉得说，哇，我的下一步在哪里，然后会有很多的自我的怀疑。那当我看到白朗这角色的时候，其实我难免也会想到说，你钱钱在哪里？我有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他。哎，我钱钱在哪里？钱钱是女主角在哪里？求婚，快点去现场求婚了，姐姐想，姐姐想看。卫生纸在，没有要哭啊，因为我觉得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你自己拿出来，你自己拿出来。关键啊！什么东西？很没有安全感，我就你好棒，你好棒，好棒，知道你的起步是从植具场开始，每一棵植物都是从种子慢慢茁壮，很高兴到我遇见你的时候已经是拥有饱满养分的多肉植物，才能让我有心一起成长。记得你曾经跟我说，关于表演，你不知道未来还能够坚持下去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相信我，就坚持下去吧，因为我也相信你。在我眼中，你加油！在我眼中，你已经足够优秀。从剧组相处的第一天至今，我很享受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光。我懂你，你懂我，很感谢这个缘分。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，希望往后的日子我们依旧互相扶持。不管是白狼还是进巡安，还是月行于尽，总之就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，因为你好我就好。最后想说一句，有你真好。泪是珍珠。我们的爱该不该存在啊？我原本想要等到最后再送他，因为他刚才又跟大家讲说他对表演很没有信心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刚好这时候给他。不要哭了，你们很棒，你们很棒，太棒了，给他们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
刚刚那是送给粉丝的，但我有准备一个东西要送给粉丝。温馨的怕，我这一怕比较可爱一点，比较好笑。大家都知道于静那个平常爱穿什么，所以我送她了一组护脚霜，还有那个去角质的，所以即便以后穿拖鞋，你还是可以美美的出场，好吧？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给你的卡片，嗯，好磨的，里面还有刮脚皮的，刮脚皮。一定要念可以念吗？可以可以，除非他写了一个不能念的东西。写了一念于静嫁给我，于静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让我想起了自己还是学生时毕业典礼的心情，一路走来我们就像同学朋友伴侣到像家人，2022年的时间，我们真的是形影不离。随着牙的结束，或许我们就该从学校毕业。哎呦！我听到哪里？学校毕业，学校毕业。但不管是安朗还是尽情，都不会因此结束。人生的路还很长，很幸运能够在这个阶段认识你。谢谢你的照顾，希望我们未来还能一起共度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干嘛叫我爹？那你又叫他不要哭。我想这是一个关于大家今年2022年年末那个大家赌局里面大家有没有赢得钱的费用。好的，非常谢谢你们，就是非常真诚，其实这个感情真的非常好，无论在拍戏一直到卸下面，所以其实剧其实不见得会完，就是它有结束的时候，但其实很多的故事都还在继续当中。我在录影啊！啊，真的？